我怀疑我的老师也牵扯其中。你说的是张长青，张先生。官场黑幕重重，今日算是领教了。我都已经答应了周莹，要给他一个回复，可我现在连申请重审的奏折都递不上去。你说我这地方大员，哼，还有什么可当？我若是你，我就会去要求面见皇上，请出尚方宝剑，将那些贪官污吏通通斩光。若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我又何必矛盾痛苦呢？哎，白石，我也想有你这样的苦闷，可惜啊，求之不得。喝茶喝茶。我是你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我现在喜欢你，我就是你的人，你以后别再跟其他姑娘好，那就完了。我今日要在你这里好吃好喝一番啊。加工当真是苦不堪言。做人你又怎么力不从心？大哥。小妹。赵大人，你也在？我来找你大哥诉诉苦。这个家伙在这儿折磨我，折磨了两个时辰，我是不堪其扰啊。小妹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可以出去透透气了。大哥你别走啊。